situ. Nah, dan waktu waktu dia家人做的是安尼吼，哦，啊，你老公要写原理吼，你把那个细的玻璃棒当笔啦，我就在那边编好我的，就可以这样，哦，跟他讲要写 A。就印尼就比较简单啦，那你国字它不会写，啊，像我这无啥读字啊，国字更加歹写。有时候那国字都六国，客气，你六国我就不要写。啊，伊那边写字我都爱用国字打较济，哦。像这一个 K 啊，这样 K， 这样就是 K 啦，啊。可以了哈，然后就可以出来了。所以写英文很快，对，吓死他了，百分之百不会看啊。奇怪哦，学校哦，工业设计的这个科技女生比较多。来，都不要来，赶快，走吧，用力。好了，好了，开始。哇，真的。刚才有没有那一个黑胶会散开？嗯嗯。没有。那个双层的那个。双层的哈、哦，来。像这样哦，本来我都爱用个扁的，都爱抄嘛。这样听懂吗？把你们金属哦，包在那个玻璃外面，局部啊，会很漂亮，衬托。我要变出来哦，哈。刚才有拉那个哈、哦，啊会那个有比较厚的地方会不平均，啊你若讲整个都是透明的哦，比较平均，啊、哦。如果会烫，我敢吗？谁要洗的？对，那谁敢洗？我的嘴巴是肉呢，就这样。它双层的哈、哦，一定要一个小洞。哦 ，OK。它透气，不然爆这个。对，不然会爆。而且现在夹这个是哦，让它。这个是钻的小洞啊、哦。因为这个做好本来要。啊、这个杯子是最丑的杯子，因为随便做的啊，很有成就感哎。杯子这样叫一个杯子，规格强的，那也小烦恼。